喂，我来个，你等我会儿。你好，嫂子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那上另外顾客老鼠啊，看那啥干嘛？俺吃了哦的。哦，你说那些老鼠啊？哦，好，我在吃饭嘞。好了，我马上过来啊。那啥干嘛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你说那些老鼠啊，食品店的老板娘。好的，好，我就过来啊。好好。啊，再见啊，好。啊，你在家里了，好好，你在店里，好好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要去一下了啊，饭啊，你先吃啊，好。这个我们这个隔壁的老板娘啊，这个食品店啊，她刚才给我打个电话，说她有家里面一些古书啊，我现在饭都没吃，马上赶过来看一下啊。哎，嫂子，哎，你好，刚才您给我打了电话啊。老板娘她太热情了啊，她知道我说古董，今天就说了一些老东西，她给我打电话过来，让我来看一下，我先拿到这里光线又好一点啊。哎，嫂子，我拿到这里看一下，好吧，我可以打开吧？啊，那我先打开了啊。是别人给你送过来，是在农村里面收的。别人送过来的。哦，是别人送过来的哇，这么大一块。里面走一走出来。哦，你在那个别人给你送货过来，你在里面找出来的。啊。这么多。这些全部都是一些，书籍啊，只是品相都不怎么样了，也蛮多，大概有十多本吧，应该有。对，有的都是。就是看人和看我还有的吗？哦，看一下我先，那可以的了，没事。这都是一些以前的书籍，我看一下是些什么内容啊？这些这里都是被没收好，被老鼠这个咬烂了嘞，是在这里。嗯，这些的这个。哦，对对对，没收好，就是说。把这些书都翻出来的。哦，在书里面翻出来的啊。文官堂四书，可惜了，都是没怎么保存的好啊。这些都是一些人家送的干部。哦，老人家送过来了。这没保存好啊，但是内容还可以啊。这个这里还盖了一个章啊，安坑。这个是，哇塞，这个手擦饼啊。这里是一个手册本，这里呢还是有一个录了盖了个章，那么大的章啊，这个都有啊。啊，福建文化的一本书，这是手册本，啊，字迹也很工整的啊。可惜了嘞，就是没保存好。这其实这本书都在，就是没保存完整了啊。嗯，你记得。对对对，没有摊位啊，这1943年的，哎呦，这本书还可以，这本书还可以，不错，这些都是没怎么保存好啊，但是是这样子，百年无废纸，就是你再这个纸再怎么废，它100年的纸嘞。你看一下，这虫子都咬掉了，老鼠子都咬掉了，它没有废纸的，都有用的，啊，这本还是蛮完整的。我都记得我还没有墨迹的呢，就拿迹的来看看。也有用的了，有用的了，嫂子。这里也是一本手册本啊。这个字迹也一般。这个是一个人情本，哇，这有十多本呢。这个可惜品相的不怎么样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
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十七本。那么大一只，你嫂子，这也是书的大看，我都看了一下嘞。啊，你要什么价位的卖给我了？什么价位？价位我也不懂，都不够啦。我看到公安室的楼是贵了，贵点。贵还是贵的啊。啊，你收回了应该也是按斤称的啊。啊，你也交点钱了，好吧？这个我还是高价收给你的了。这样子我给你出500块钱，好吧？出500块钱加加得几了？还加一点是吧？啊。因为是这样子，这书呢，虽然它是老书，都是100多200年了，它主要我刚才给你看了，全部打开看了，都品相不怎么好了，你是哪里几楼？对，里面只有鸟本品相好的。你要加点几楼啊？顶多减啊，好的好的，看你下次给我再搞点货好吧？就直接给你加100块钱行不？600块钱好不好？好吧，哎，这老板娘好，也是他为了解起来了是吧？如果不解在那里的话，就丢到废品里面卖掉了，那就完全不值钱了啊，没用了啊。这个书主要是下次如果品相好一点的东西，我愿意多出一点钱，还好吧？下次我帮你接人到那里。好。300了啊。300。500了啊。600块钱啊，好吧。你为以后这个看这个再不接着了。好，要主要是要品相好的才有用，因为像这种品相太差了，就我难以处理好，知道吧？麻烦你给我拿个袋子给我存一下。下次你到这个再给你找点好一点的是吧？好了，感谢了啊，嫂子，让你发财啊！下次还给我找点好一点的啊！好的，到时候再打电话给我啊！到时候再打电话了，那联系啊！